睡觉要盖被子的啊，姐姐，秦总不接电话吗？ 那个骗子，闭嘴！这件事情我不想再让任何人知道了，尤其是秦总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姐姐，既然现在没有退路了，你还得把秦总找回来呀。那个女人想稳坐秦太太的位置，我看她有没有这个能耐。 一段吧，上哪儿啊？就在前面，我被打劫了。上来吧。哎，谢师傅。叫什么叫？遇到古老金匠，叫什么？秦总，穿衣服。 呆了，秦总啊，我已经来你们家一个月了，你是不是应该发工资给我了？好啊，你先向我解释一下，昨晚你一直叫着一个人的名字，他是谁啊？我喊谁了？你自己喊的谁，自己不知道吗？我，你睡着了，你还知道你自己喊谁吗？ 好吧，那就等你想起来是谁的时候，再跟我提要钱的事吧。嗯。哎，我会喊谁呢？豆豆、安然、浩然、奶奶。 水，嗯，哎，给丫头，丫头。 你有心事啊？嗯，没有啊。妈，奶奶，哎，我们走了。我们走了。哦，哎，松林呐。啊，他工作很忙的，昨天是特意请假回来的，今天一大早又去医院了。哎，我还说呢，等着他给我量血压呢。今晚吧，等他回来再量也行啊。嗯，听你的。 没事了，你们都去忙吧。啊，别忘了啊，晚上把账本拿过来给我看看。奶奶，好，您就歇着吧，回来再说啊。嗯，哎，没忘了明天是什么日子吧？明天是公司的纪念日嘛，奶奶记性真好。<笑>嗯，我还以为你们都忘了呢。啊，怎么会忘呢？妈，我们都准备好了。嗯，您最近身体不太好。 明天你还参加吗？我能不参加吗？啊！往年我是年年参加，
今年我要是不参加，那些竞争者会怎么想我呀？我当然要参加，我要硬硬朗朗的出现在他们面前。松平啊，嗯，别忘了啊，待会儿带你媳妇去买几件像样的衣服，你看看她这几件衣服怎么能上得了台面呢？太不像样子了啊。不是妈，您不会让她也参加酒会吧？哎，她是我孙媳妇儿，她能不参加吗？她去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太好的啊？孙平，你说你媳妇儿去不太好吗？你说话呀！难道你也觉得你媳妇儿上不了台面吗？奶奶，我不去了。不行，你一定要去。松平，待会儿记得带她去买衣服，别怕花钱，买最好的、最贵的。好, 好, 好，奶奶，我听你的。我待会儿就带她去买衣服，好不好？嗯。不行啊，妈！你要是喊我一声妈，你就得听我的。丫头不去，明儿酒会取消。你一定要找个借口，不让她去。奶奶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怎么能不带她去啊？都是你惹的好事，看你以后怎么收场。妈，您就顺着奶奶意思吧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。嗯，她去要给我们秦家丢大脸的。你可不要小看她，我们上一次刚下飞机的时候，她应付记者表现很不错。我可真没看出来。我认为这是个机会。嗯，我也这么认为。策划部那边说了，到韩国那边拍的话应该不会超预算。这个要慎重一些，我们的预算绝对不能超支。嗯，进来。什么事？秦总，方子一来了。哦，你跟他说我一会儿要出去，有什么事明天再来吧。好的。哦，等等，你给我家打个电话，让他准备一下跟我出门。谁？我太太。好的。哎，方子怡知道你和秀妍明天去参加酒会，他一定会气疯的。哎，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对他越来越反感，越来越讨厌。我就知道你根本不会喜欢这样的女人，你和她在一起只不过是为了和美芝离婚的借口。哎，对了，昨天晚上 MTV 拍摄现场，她跟那个男人吵架了。哪个男人？她宣布要结婚的那个。哦，方小姐，秦总说因为今天的时间安排比较紧，所以没有时间见你。他说明天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好。哎，子怡姐，以前啊，秦总就算开会也会见你的。我看他这次呀，是你少说两句不行？哼，真。美芝啊，听我女儿说。你是他哈佛大学的同学，我常听小玲提起伯父您呢。哈，他跟我说你挺能干的。他太夸奖我了，他可能不知道，我结婚以后什么都不做，在家里做全职太太。
那你是怎么对我们公司的投资计划感兴趣的呢？不瞒您说，我最近生活有些变化，创办公司的念头也是最近才有的，所以还要请伯父您多多提携我。哎呀，这个好说，你父亲在青城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人啊，他身体还好吧？啊，我爸爸身体很好，谢谢您的关心。他对我自己出来做事也很支持。好好，果然是虎父无犬女啊。以前都是爸爸关照我，不过这一次我想自己做，不靠爸爸的关系。哦，很有志气嘛。好，我们谈正题。目前呢，我们正在和电影公司谈合作，但是你知道的，电影投资也是有风险的。目前天马集团已经有项目在跟我们谈了，现在看来呢，大家都想准备强强联手啊。哎呀，停！这么大热的天，听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啊，奶奶呀，整天待在屋里不见阳光是很不健康的，会生病哦。你才有病呢，听我出来干嘛呀？包你满意，等着看吧。不知道又玩什么花样。清凉，那夜莺啼声凄惨，天下的花儿都入梦，只有那夜暗香透露着芬芳。停，你好像还没有给我钱呢。对啊，钱，阿忠，给他一百块钱，给他一百块钱，快。谢谢。啊，你既然那么喜欢的话，我再来一期好不好？好，两百块，快给他两百块，两百块啊！好，两百块哈，两百块给。哈哈，谢谢啊。好。死了都要爱，不离离尽只不痛快。宇宙毁灭，心还在。棒！你在这干什么？妈，您要不要来几句啊？放肆！下去。草地上烧烤，你就不怕发生火灾吗？阿忠，你怎么也跟着胡闹？对不起。阿忠，别理他，我们吃烧烤，听演唱会。想不想试试啊？拿着。我从来都没试过在家里烧烤，试一下。哎，让我试一下。你要洗手的。不用了吧？真的要哎。你打我啊？来，上这洗手来。哎呀，那么麻烦。来，放水吧。
喂，喂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你干嘛呀，大姐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是啊，我是故意的。那也怎么样？喂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看我怎么弄你！这孙平当了总经理，我第一次看到他这么开心。这是工作时间，让别人看见不好。哎，就一瓶水，谁还能说什么呀？非要大少说吧，没事吧？明天开始要准时来啊！你是临时工，以后能不能续上长约，要看自己的表现，知道吗？是是是，那当然。好不容易您给个机会，我一定好好干，一定好好干。大哥，这还有一个人，哎，他干什么都行，干什么都行。您看他老实巴交的，您给他安排个工作啊。我这哥们儿啊，真的挺不容易的，真的。以前干的事儿啊，也都不太顺利。也没什么技术，还带着两个孩子，哎，不容易，您帮帮他，大哥，帮不了，走吧。在这样的大厦里，你没什么技术，还找什么工作呀？不是，大哥，快走，快走啊！你也看到了，我可尽力了。现在工作不是那么容易找的。哎，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呀？哎，豆豆，哎，这孩子怎么了？豆豆啊，豆豆，他是不是有病啊？上医院啊！这是干什么呀？秦总吩咐过了，你随便挑几件自己喜欢的。你不是说没空来的吗？你以为我愿意来啊？我是不相信你的眼光才来的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明天会有很多明星和老总来我们的宴会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宴会，所以秦总的心情也是可以了解的。是啊，大姐，如果明天是去菜市场，我才懒得理你。走吧。打算打着这把伞去参加酒会啊？啊？还有，这个地方呢？不是，不行不行，换掉换掉，换了啊！喝酒。嗯，
怎么了？啊？我选的每一套衣服你都不满意，你只会坐在那边喝咖啡、摇头、装酷。你那么有品位，你帮我选啊。好啊，让我带你去选件衣服啊，来吧。好啊，让我带你去选件衣服啊。看你的审美品位到底有多高。